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卡叔，今天来讲一下这个 H51 怎么打。这 H51 来说，其实强烈推荐你借好友，因为他都只需要打一次，借个盈亏，你打起来会舒服很多。就两个单狙，史都华德还有白血是必须的。这边我带了这个驯使红豆，还有那个香叶可以换银老板，就会舒服很多。一开始先放驯使在这个位置，然后等到你有16费的时候，就可以做下一个行动。史都华德放这里，就打爆这个槟榔机，然后费用够的时候，红豆放这里往上，因为等一下会有车站术士在这一边出现。这一边18费的时候把龟龟放在这里，然后等到9费用的时候把柯天使放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撤掉史都华德。这一边无人机已经打爆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铁锅相思去补血，然后等40费，等40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无人机放在这里。啊，对，这一边如果你没有群奶的话，会非常难打，就你的补量会不够。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流星放在这里，很快这一边就会有个术士出来。输出出来的时候，开红豆的技能，开铁锅箱的技能，尽快的把他杀死。然后这一边左边有两个特大型的术士机，然后你就放这一个进去，会被打一下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打一下而已。然后我们等24费用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史都华德放在这里，把这两台机都打爆。然后就等23费用，把白雪也放下去。那么你高台的输出角就已经没有空间可以放其他任何东西了。然后放下去，然后最后一个位置把这个宵夜放在这里，往左拉。这个时候龟龟可以撤掉，坚胜可以撤掉。我们还可以先放谷米，然后再放剑圣，最后把这个驯使也撤掉，然后我们就等龟龟可以召唤就行了。这一个顺序超级重要啊！如果你顺序错了，那么等一下会有三只特战去打你，那么你就很快会拜拜了，你就会被集火秒杀掉。下面这一个会爆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就让它爆。这边没有关系的，我们还有9秒就可以召唤这个龟龟了，就等一下，对，可以召唤龟龟的时候放下去，放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把这两台大型的这个速战无人机清理掉，就等它过来，它会咬到白雪的附近。这一边来说，你要开剑圣技能、调香师技能，尽量维持你白雪的血量健康。然后等它过来，等这个无人机过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白雪的技能，尽快把它杀掉。这边你的这个会死掉，然后放这个力在这里吸收伤害，力就超级重要这一边来说。然后这个时候你龟龟的技能也好了，就放一下，然后放驯使在这里，就吸收伤害，就尽量让他们去坦伤害。然后红豆也放在这里，这时候刚刚好把五元机杀掉，你就大致上可以清理掉他们了，然后尽量就放力啊那些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多一个位置可以放夜刀，剩下两只的话，
就不然清理掉，就是这样就可以把。总之，你的那个柯天使白雪，你不能是，不能被妖仙集火，不然你会没有任何输出去打他这样子。哈，就是这样，你学会了吗？愿意告诉我吧。我是卡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咋啦？